好，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做工的题目。来，请问你，小明手提书包等公车上学，下列情形，请问你小明有没有做工？第一个，手提书包站在站牌旁边，这有没有做工？没有。为什么没有？站在旁边有没有位移？没有位移。有没有失力？有失力嘛？提东西有失力嘛？有没有位移？没有。所以 S 是零就零嘛。好，手提书包在水平路上走过来走过去，走过来等公车等得不耐烦，走过来走过去，有没有做工？没有。为什么没有？位移是平的嘛，视力是向上的嘛，两个互相垂直，没有平行的量嘛，所以没做工。手提的书包上公车上去有没有做工？有。为什么有？上公车位移向上，视力也向上，所以有没有做工？有，互相平行，而且做什么功？正功，做正功，因为方向一样嘛，定位同方向。好了，上了公车之后，把书包丢在旁边放着。那我对书包有没有做功？没有。为什么没做功？没施力啊！你丢在旁边，你对他根本没有施力，因为根本没有施力啊，没施力当然要叫做没做功嘛。好了。手提书包下公车，书包从车上到车下下公车，有没有做工？有。施力向上嘛，位移向下，两个互相平行，有做工，而且做什么工？做副工，因为力量向上，位移向下，两个方向相反，所以做的是副工，就要判断它有没有做工。有没有做工 ？OK， 可以吗 ？OK 吗 ？OK。这里有个单板，再摆过来摆过去，它有受两个力量，一个是绳子的拉力，就是吊它绳子拉的，拉着它拉力；，一个是受重力向下，让它向下。OK， 摆过来摆过去，受一个绳子的拉力拉着它，然后重力向下。那请问你，拉力有没有做工？重力有没有做功？拉力有没有做？你挑个回答我，你挑个回答我。拉力有没有做功？重力有没有做功？有，有。为什么有？没有。为什么没有？啊，有为什么有？没有为什么没有？来，停车站借问，要找帅哥男的是吗？帅哥男。三十啊，黄大哥，100分的黄大哥，你要讲哪一个？拉力。拉力有没有做功？没有。为什么没有？因为没有平行。没有平行，有平行量也可以啊。为什么会垂直？因为速度是那样。哪样啊？其实不用想那么复杂啊。跟那个垂直啊。跟谁垂直啊？跟那条线垂直啊。是不是跟线垂直？然后呢？然后，所以垂直不做功啊。我问的不是线，我问的是力啊。就，哎呦。这其实三个字就解决了。不做功。不是不做功啊。不是啊。三个字啊。那个拉力就是横指向的中心圆心嘛，那个拉力叫做向心，就是你说它一定会跟速度垂直嘛，讲了半天什么绳子不绳子的，我讲的是力又不是绳子，它就是向心力嘛，刚刚讲说向心力铁定怎样不做功嘛，向心力铁定不做功嘛，保证不做功嘛，因为它一定垂直嘛，一定跟速度垂直嘛。 OK，来，再找一位可爱小女生吗？她重力有没有做功嘞？14号，14。
都没有的。那地瓜啊，也没有做过，为什么没有？怎么样不知道？没有，没有原因啊，有原因啊。女生的第那个女生的第六，因为上面都没有。你说没有啊？不改啊？请坐。你说没有做工？啊，恭喜你答错了。我从摆的高到摆的低有向下位移，从摆的低到摆的高有向上位移，位移有向上跟向下，重力向下到有平行嘛，往下掉的时候叫做做正功嘛，力量跟位移同方向嘛，往上挡的往上荡的时候叫做做副功嘛，位移向上，力量向下，所以这不能有做功嘛，所以重力有做功嘛，可是那个绳子的拉力呢没有做功，这种题目是不用算的嘛，就问他有没有做功嘛，很简单嘛，没施力没做功嘛，没位移没做功嘛，力跟位移互相垂直叫做没做功嘛，让你判断就可以了。OK， 有人问题吗？没。